台中市太平区在凌晨两点多发生了火警，一间透天民宅起火燃烧，由于屋子里头堆满了易燃物质，所以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一对七十多岁老夫妻疑似受困在屋内，消防人员在凌晨四点钟控制住了火势，持续的洒水降救，而并且呢进到了屋子里头来搜寻失联人员。通红烈火夹杂着大量浓烟，火舌直窜天际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人员到场铺设水线灌救，但火实在来得太猛太急，整栋透天厝陷入火海，吓坏附近住户，赶紧逃生。他听到好像有爆炸的声音，我们出来的时候火就已经到上面去了。平常就是捡垃圾回收，就存在家。哇，政府都来开罚了，开罚也没用，都没有响起。深夜火警弥漫着刺鼻烟味，甚至延烧到隔壁一家六口的住户，而这对老夫妻还疑似受困在屋内。发生在三号凌晨两点多，台中太平区中山路二段的一对七旬老夫妻，因常年捡拾回收，并堆放在自家的透天厝内，导致满满的易燃物让火势快速蔓延，接着全面燃烧。而这对老夫妻还受困在屋内，火势已经获得控制，但是我们还持续在做一个火场的清理，然后等到。要确认这两名这个老人家是不是有安全。由于现场堆放的许多杂物，消防人员一度难以救援，在凌晨四点控制火势，并进入屋内抢救失联的老夫妻，就盼有一线生机。记者王胜炫台中报道。